这边可以放虾哥的帮帮了。对于平局都能接受了。对朱雀的求者来讲，放一个帮帮，然后拿一套比较扎实的阵容，奔着平局去是比较稳的一个制胜方法。是的，先知机械。哎，这说完我的脸好痛啊！一巴掌扇我脸上。还是三大绝活。那不是有打女巫了吗？其实虾哥的话，我最近有观战过，他在排位当中也在打女巫的。哦，你说在第四回合搬五个人的情况下放出梦之女巫、啊？对，真有说法。但是看一下呢，朱雀这边会不会防？调酒拿出来。虽然说朱雀的求者打女巫很有一手吧，但是这大哥对吧都被搬了，先看防不防吧。守墓，守墓其实已经有点在防了。对，佣兵，佣兵这个也比较常规吧，对，常规。看看主要看牵制位和修机位。对，下回最后一手搬什么呢？搬个昆虫。随便搬一个吧，反正他要真想打女巫的话，该搬的都差不多。冒险家的话，冒险家一般的话，对。也可能是皮皮虾专属班位，啊，也可能是这一点。对，我就是玩女巫，我都不想找冒险家。就玩邦邦的班冒险家都能理解。那看看怎么选呀？剩下这个阵容怎么选呀？昆虫在外面，空军，昆虫在外面得选吧？要选吗？调香。你说这个阵容打女巫，我觉得不错啊。这个阵容怎么说呢？确实不错，但是我觉得。沙哥这个班位又不太像女巫、啊、对他这个他最后一手翻那个冒险家的话不太像，这不会打月亮和大土的鱼女吧，不会打小提琴吧，看感觉他跟小提琴，你这么一说我倒感觉有点那么一点。哎呦，别还是女巫吧，来了感觉跟不惑交流的时候又说哎我想打局小提琴。不惑掐了一下女巫，摁住了，上次玩路头就是没摁住是吧，对，不惑掐了一手女巫，你要不打的话我上去打黄衣了。可以。对吧，那也是看看这一局啊，因为他是优先尊重了皮皮虾的熟练度，是，但是呢虾哥的女巫是一个未知熟练度啊，是问号。也不能算完全问号吧，因为之前也是这赛季拿的少。对，这赛季拿的少。对，最近看他打其实感觉还行，熟练度是在的，是，只是要看开局能不能就是滚起雪球了。哎，对，好的，那么本场对局由积极的监管者面对 FES 朱雀的求生者，有解说勇敢兔，解说潘大帅，解说童话，为您带来艾比奥实时赛况解说。鬼屋本君是谁？三岁啊，那没事，没事了，看一眼走吧，看下一个，下一个啊，有请下一位心动男嘉宾，心又不动了，手部也不舒服，还得走，对，找到，这就是天狐和天崩刷点的区别呀，是，这边的话调香，但是看一下后面那个原生啊，也没有想法，啊，再说原生能不能偷一下？大龙空军在桥上修，有本体标识了，得走了吧？还不走？桥箱这边已经在做准备了，没想到这边虾哥头一扭就找空军了。对，他这个阵容其实抓空军是最好的。过来两块板子架住，给到一刀，哎呦，这刀没有给到，直接放走，直接本体放走。是的，那寄生要不要先过去拿一刀？不要，原生过来包。对，他这边原生打一刀，然后原生再放狗，再补第二刀，寄生相对来说更稳一点。还是想用原生先抢刀吗？对，但这样的话，还是能给到一刀，给到一刀。咬狗的这个僵持真的很长啊。那前面的话，继续往大龙方向去跟吧，然后原生进度再放一只狗就能带走了。对，母体先挪一下，然后到脸上的话，原生放狗。他这边等寄生跟起来了就可以放狗了。是的。他这边其实我觉得虾哥没有必要再去摊一刀原生刀了，但是再往前拉的话有没有一个上车的机会啊？没有，被架住了，对，架住了。这边其实寄生应该也在飞速奔来了，对，但这边应该是一刀起追猎了，省了一个原生狗啊，对，省寄生进毒，省原生狗，对，他还可以多补一个寄生啊，是的，那这边的话寄生进毒过去干扰一下，三岁的密码机，这边两台密码机，对，鬼屋里面有一台，但是母体要动了，这边挂完之后，甚至我觉得可以补一手，三岁的寄生，对，补三岁比较好一点，对，可以补的，不过外面密码机修的真的蛮快的，对，110秒的一个上挂已经有点晚了，有点晚了。是的，那这边放狗过来逼救嘛，对，但是佣兵的话不太会被逼救的，想要赢的话需要打一波双导，至少需要一波双导，是，
这边虾哥为什么没有补寄生啊？我觉得这边他其实可以想，我觉得可以补佣兵寄生，对对的。他过来佣兵弹走了，这边寄生给到一刀，原生也都给到一刀。现在过去补了，这个寄生一定要补的，就该去找佣兵。佣兵这边视野依然暴露，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鬼屋啊！我觉得进鬼屋的话，视野不会暴露在外面的。对对对对，对，选择进鬼屋是一个更好的解。是，这边。过来，本体狗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，还是要追双挡。这个双挡一定要，要不然的话是一个平局。哎呦，这边是被卡掉了，前面还有呼唤机会，弹呼唤被咬到，然后僵直结束之后，立刻再打一个呼唤，怎么说他直接闪了？对，但是这个时候得赶紧回去挂大龙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边大龙挂上，那守门人过来救。剩余的密码机其实已经很少了，对，但是双倒了没人修，对，双倒的话双倒没人修了，最后一台的手法，对，对，但梅哥这边外围提前被拦，有铲，那没事了，有铲子，有铲子的话不会被拦的，而且这边先把原生拉回来，是，而且已经切了闪了，对，原生禁毒拉回来，看看能不能外围给到一刀啊，这一刀其实不打也行，哎，对，看情况吧，想打，或者说出来打针队吧。他这边可能想挂佣兵，对，这时候挂上佣兵，然后追一刀守墓，再去找这个空军，慢慢找，慢慢找，先把佣兵挂上再说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可以挂上，手里有人，强势过来，哎，你过来了，我就不挂嘛。对，那看看这个空军什么时候再能击倒了？是，应该不会特别久。也不好说，因为他现在这边得调两个信徒过去。对，两个信徒在夹空军，不好夹。大龙现在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命，你发现没有？对，他还在抢密码机。对，我这台密码机我倒可以倒，烂命一条。但在密码机，我一定要修炼，我们就能保平。是，对，给到一刀，原生信徒还要过去挂。是。这边的话佣兵已经被摸起来了，对，哎呦，守门人的话还是偷到了，对，被偷到了一刀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其实这个失误的话不应该啊，他想不应该，有点想把这密码机抢掉，对对对，抢掉，贪机子了，贪机子了，对，那现在的话再去摸这波寄生的话补上，是补的话只能补守墓的，对，因为佣兵有一个寄生挂着，他是不太敢过去的，同时交技能，坏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脚底下我就跟着跳枪打谁？那其实他的话肯定是想打小铁的嘛。对，佣兵这边信徒已经点，已经消掉了，消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准备过去了。哇，这个闪非常敢交啊！这个侧面刀气非常极限啊！要是没打到的话，就出大问题了。那确实。那鬼板这边看能不能控住啊？他是没有人管，没有，没有人过来。他选择守墓和佣兵先互相驱散。是的，对。这边求生者已经是知道了这边虾哥的意图，他想要去守鬼屋后面最后一个机子，然后这边的话补状态，虾哥先给小铁补上机身，对，那翻板加速过来往桥上走，这边就过来跟了，就等小铁一句话，原生过来了，你们可以过去了，是，现在其实我觉得小铁的思路是尽量倒对角线，对，他只要不要倒在地图的另外一端就行，倒在那边就可以了，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拉超距两个线都得夹了，现在小铁的话，那这样的话感觉是一个三人天门战。对，贝克那边的话应该是可以能贴到的，能贴到，能贴到。而且在贴到之前，小铁不会倒，不一定倒。对对，基本上不会吧？这除非要交这个闪，除非愿意交闪。是，交闪的话，信徒会消啊。对，没有。这个不是寄生，这是原生，不是原生，原生过来了。感觉可以牵起来。对，还要再救一波，还再救一波。那牵起来的话，佣兵过来救一波，守门人那边压密码机，但鬼板密码机有一个关键点，离哪个门都不近。是。那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贴到门，就意味着说开门战局，虽然说四个人，但是而且佣兵有可能外围拦不了了，拦不了，贴过来了，对对，给到一刀不让他满状态，是接下来跟着佣兵走，那要挑时间亮了，是的，那前面有个板子，有个板子亮了，选择先打，先打是没办法，你让你下了板也是一样的，下板也一样，是的，要亮，对，那现在的话两个信徒看看怎么说，调香师的寄生的话感觉拉超距去了，是。守门人这边的话准备贴上门，哎，不是，他现在是在用原生追三岁，寄生追小铁，那就意味着说，如果说你真的是直接处理掉了小铁的调香的话，你还得回去调回去挂。现在有闪，因为他这个有闪，有闪的，闪现，哎呦，小铁直接被预判了他的闪现，我的天，这那现在的话要针对一个人打了，要保平了，要保平了，这个闪空了，只能保平。对，小铁这边也没有办法转出去了。他是选择把原生调过来，然后两个人保平了，保平了。但是前面有地窖啊。再放一个香水。看一下佣兵这边门能不能点开？这边先站住一个。感觉追刀，追刀了，来不及，追刀了，是的。那三岁那边门应该是能点开的，补一个寄生，这局保平了。不贪肯定是平起。对。
熊者应该是没有什么想法了。那就要面对什么？第五局，对，2-7，必须要还2-7。对，当然1-8也行，8-1也行。说得好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看看哦，没什么说法，还是打成了一个平局啊。对对对，那第五局见了，第五局见，对吧？双方。